星期一还要上辅导课，太没人性。哇！今天的情人节，你送我巧克力的意思是？意思是同情你啊，怕你拿进教室没有礼物会被人家笑。拜托，你说的什么话？我不需要人家同情，我是艾米丽。就是因为你是艾米丽，才需要被他同情。说的什么话你啊？走开！这才怪什么了不起？走开哦！走开！走开！艾米丽，对了。你好，我是三年一班的，我叫彭一燕。我知道你叫艾米丽，情人节快乐。谢谢。冯爷，那我不就刘德华哥？冯爷，冯爷，你是郭富城、张学友、黎明，我们是四大天王。眼睛，强，强戏演，强演戏。哎呦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大家好，我是钟瑶，订阅东森创作 YouTube， 和我一起支持艾米丽的五件事哦。